毓敏会客室，正本清源，苏家豪。毓敏会客室第二季第四集的嘉宾是澳门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苏家豪。苏家豪是属于澳门进步民主派的这个立法会议员。那究竟他跟香港泛民主派的年轻立法会议员有什么分别呢？他可以容得你，那就当个花瓶。咁如果你太離，如果你做啲嘢離譜啲，咁咪撳你，會唔會撳咧？你覺得？你有冇去思考過呢個問題咧？其實嗰個拿捏咧，我有時成日都覺得話香港咧，你嗰個泛民嘅議席咧，係可能會繼續萎縮嘅喎。係。佢基於喂講真的有兩個可能啫，一個就係制度上萎縮你，一方面就係你自己嘅表現選民萎縮你。咁個結論就係會點咧？可能越嚟越澳門化喎。咁到時香港就要組團嚟澳門學習一下，點樣得兩條友、三條友喺議會裏邊發揮啲咩作用？究竟佢嗰個作用點咧？你反台又唔得。記得收睇《毓敏會客室》，正本清源，蘇家豪。My Radio 獨立付費節目《毓敏射馬》，主持毓敏、尤達、錢偉樂。有黃龍大將劍斷浪同埋環保動力，係嘛？呢場真係博大堆噶啦，二拖三五十十一，啊，三四重彩撈亂過嚟買 ，OK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毓敏踢爆》。今日咧就係2018年嘅11月5號。今日我要講嘅咧就其實係一啲老生常談嚟嘅。咁我即係20年前喺新聞教室裏邊咧就經常都有講呢個題目嘅。英文咧叫做 sensationalism 啊，即係呢個報刊嘅線式聲主義，或者叫 yellow journalism。咁即係話，做一啲煽情嘅嗰啲所謂黃色新聞。嗱，呢個黃色咧就唔係代表色情新聞，即係煽情，係嘛？呢個煽情就係話去渲染啊一啲事實啊，嗰個事實本嚟係即係好平淡嘅啊，咁你要加油添醋啊，就去渲染，通常咧。渲染嗰啲黃賭毒啊，係咪？咁嗰啲報刊雜誌咧就好中意，即係揾啲狗仔隊去偷拍，係嘛？咁然後就係去挖嗰啲公眾人物啊嘅瘡疤，挖佢哋啲即係唔見得光、唔見得人嗰啲醜事啊。嗱，原本咧呢啲所謂狗仔隊啊 ，paparazzi 咧喺外國係好流行，特別係啲黃色小報。你喺美國咧都會見到一啲四開 size 嘅嗰啲咁嘅即係雜誌，係嘛？全部都係娛樂八卦啊！嗰啲所謂黃色刊物，我哋叫做 yellow journalism 嘅嗰啲咁嘅週刊啊。以前英國嘅男隊街咧有好多呢啲咁嘅四開嘅報紙，咁全部都係搞呢一套所謂線式性主義。嗱，90年代咧，即係其實香港即係首先。好有規模咁樣搞呢啲黃色新聞嘅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傳媒、一周刊、蘋果日報，係嘛？當然更早之前，香港60、70年代有啲一單張嗰啲報紙，一張紙嘅啫，四版，係嘛？嗰啲咧就係、是、有啲所謂色情嘅嚇，嗰啲咁嘅新聞咧，佢就渲染啦，係嘛？即係啲非禮強姦啊嚇，佢巨細無遺咁樣。去寫嗰個新聞啊，咁啊一啲色情犯罪嘅呢啲新聞咧，又將佢不斷咁樣渲染，做頭版啊，大字標題係嘛？咩連開七鑊啊咁呢啲，咁嗰啲係好低級、好低俗嘅報紙，咁佢銷量係有限嘅，係咪？嗰啲報刊咧，即係我哋而家即係如果咧做一啲香港報業嘅研究，你發覺啲名字都好得意嘅，《紅綠日報》啊，《超然報》、《真欄日報》係嘛，《響尾蛇》乜都有，《今夜報》、《新夜報》係嘛，仲有一啲叫雞指南啊，
所以《蘋果日報》創刊之後咧，亦都有呢啲豪情版，就係即係叫雞指南係嘛？後來就先至一段時間之後先取消。其實呢種做法只有一個目的，就係要增加銷量。雜誌嘅封面，於是每期梗要諗個故仔啊，即係做呢一個封面。而呢個封面故事咧，就一定係即係大部分都係喺度作新聞噶啦，係嘛？《蘋果日報》最經典嗰個就是陳健康事件，就唔係而家嗰個陳海欣個陳健康，係嘛？作假新聞，假新聞就不至今日止啊！呢、這、一個特朗普就話要打擊啲假新聞，佢連 CNN 佢都話佢係做假新聞噶啦，係嘛？但係呢個所謂假新聞咧，喺香港最經典嘅就係黎智英旗下嘅一傳媒，係嘛？太多代表作啦。嗱，點解我哋講呢啲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藍潔瑛咧，即係不幸喺屋企咧，即係暴斃嚇，即係而家就真正嘅死因未知啦。咁據講咧，就可能就喺個浴室度失足啊，咁跟住跌低，咁因為一個人啊失救咁，所以就咁樣嚇，即係因而就離世嚇。咁當然啦，呢幾日大家睇到呢兩三日啊，呢兩日啦。嗰啲即係社交媒體幾乎全部都洗版啦，洗完呢個查良鏞就洗呢個藍潔瑛嘅新聞就洗版啦，係嘛？咁今日咧台長咧喺《天狗日報》都寫咗篇文嘅啊，啊呢篇文當然啦，佢就唔會好似我咁樣去嚴厲譴責呢啲所謂 yellow journalism。嗱，老實講，藍潔瑛大家睇下過去一段時間，大家知道佢嘅嘢全部都係負面，而且係好坎坷、好悲哀嘅，係咪啊？呢啲咁嘅畫面同佢以前所謂靚絕五台山咧個對比非常之強烈。嗱，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咧，你上 YouTube 你間唔中都可以揾到啊，即係話而家即係嗰啲藝人嘅樣同以前佢紅嘅時候年輕嘅樣係嘛，甚至乎咧即係美國荷里活咧都有啲小報會做呢啲嘢嘅啊，將呢個 Demi Moore 而家個樣同以前佢做人鬼情未了個樣嚟做一個對比，其他啲明星都係，唉，老實講啦，女士即係幾靚嘅女人都好，係嘛？所謂不許人間見白頭，呢、這個就梗啦。自古美人如名將，不許人間見白頭。咁老有乜問題啫？咁你點解要做一個對比，好強烈嘅對比？咁呢啲真係好無聊啊嘛！基本上係，哇！而家咁嘅樣，我以前咁嘅樣，廢話，人個個都會老噶啦，係咪？以前我青靚白淨，而家你咪開始即係個老坑樣出現啦。咁樣冇咁出奇，個個都會老噶，係咪？咁你愛嚟做即係愛嚟做呢個新聞做故仔係咪？咁呢個都其次啦，係咪？你去渲染啊！佢個坎坷渲染佢而家落魄係嘛？近時如何風光，而家就如何即係嚇如何坎坷咁又點啫？咁啊叫啲人好慨嘆咯，係嘛？咁好啦，你成日揾啲狗仔隊跟住佢咁啊，唔癲都變咗癲啦，講句難聽啲，冇精神病都變咗有精神病啦。喂，一周刊最中意做呢啲嘢㗎啦，登咗個封面話知你家散人亡，佢可以賣紙就得㗎啦。所以累積落嚟，黎智英作咗咁多惡，佢話佢信天主，想上天堂。我心諗真係幾難，除非個天主盲鳩咗啦，係咪先？你點上天堂啫？係咪啊？不斷作呢啲惡嘅啦，喂，你唔覺嘅喎，你為咗銷路係嘛？今日整一個封面搞到人哋離婚，聽日整一個封面搞到人家散人亡，後日整一個封面就搞到人去自殺，係咪？累積落嚟作咗好多呢啲惡，係咪？即係老實講。狗仔隊偷拍，或者你覺得可能侵犯啲公眾人物嘅私隱係嘛？但係呢個有條底線，或者可以講係有條界拉嘅。如果係牽涉到公眾利益，你去爬訓係嘛？你去揭發黑幕，你冇辦法用正常嘅方法去採訪新聞。喂，呢個係可以接受嘅，我覺得係嘛？但係個前提就係呢個同公眾利益有關係嘛？你去揭發梁振英係嘛？點樣賣港咁係嘛？咁呢個同公眾利益有關啦。咁你可以用一啲非常嘅手段係嘛？用狗仔隊偷拍咁，咁呢個咧係可以接受嘅。但係你假借呢個新聞自由或者接近消息嗰個自由係嘛？你不擇手段去監控一啲人係嘛？好似我孫都俾佢揾狗仔隊跟過嘅，係咪撲街呢啲係咪啊？即係你。老實講，你做呢啲咁嘅所為，假
借呢個新聞自由嘅名義，其實係作惡嚟嘅，係咪？一個幾歲大嘅細蚊仔，佢識乜嘢咧？要拍咗佢啲嘢咁擺上去，啊擺上去你嘅刊物上邊，咁如果萬一佢俾人綁架，咁點咧？係咪？經常做呢啲咁嘅嘢，呢個係作惡，係咪？所以你行出嚟話你係自由主義者，我崇尚民主，如何如何？喂，都冇辦法抵消你咁多年來所作嘅惡、作嘅孽，係咪？講句難聽啲，藍潔瑛咪即係俾你哋呢啲咁嘅 yellow journalism 害死嘅咯，知唔知？間接害死佢啦，起碼之前有個陳寶蓮好多個添啊，要數，係咪？你唔覺得你作惡嘅喎，係咪？我記得我有一個我教過嘅學生，佢做狗仔隊，做到後尾佢就信基督，然後自己懺悔，係咪？咁但係都太遲啦，因為畢竟以前都作咗好多惡啦，係咪？咁所以我哋可以做咩咧？除咗譴責，係嘛？除咗提醒啲人，不過而家都好，而家呢啲周刊全部都瞓曬街，冇人買，係嘛？咁但係咧就去另外一樣啦，就去到呢個網上欺凌啦，所謂。嗱呢啲咁嘅所謂膳食性主義報刊嘅膳食性主義，你就欺凌弱勢嘅啫嘛，係嘛？你去挖嗰啲大人物醜聞啦，你有本事係嘛？你係冇本事，你係欺凌弱勢，所以一傳媒嘅戰禮係嘛？大家知道我講邊個啦？這個是最大惡的。